接下来的环节呢，我要邀请一位我的好朋友上来，他是今天的 DJ ODD，给他们掌声。这帅帅的 ODD，他是做比较实验性的电子音乐，如果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，欢迎 follow ODD。O 是大写的 O，D 是大写的 D， 然后 Odd 的最后一个 D 是小写的 D，ODD。OK， 今天接下来环节呢，我要站到前面去，跟你们比较近一点。